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 Roll Music， 我是 VJ 大雄，我是 VJ Karen。今天 Roll Music 的主题呢是无厘头音乐，无厘头音乐啊，就是融合了以往各式各样的歌曲风格，在歌词中呢加入谐音的特色，带给听众全然不同的感受哦。那这集的主角是 H1 有机人，是由两个年轻男生所组成的团体，他们的歌词歌曲都是他们自己创作的哦，而且他们的歌词啊总是俏皮又逗趣，也会在音乐融入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所以他们的音乐，我们应该可以听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吧？没错，他们希望音乐可以带给大家全新的感受。那我们就快点来看看今天的无厘头音乐 ，H1 有机人。为什么要叫有机人呢？因为我们就想说，在市面上有很多有机产品啊、有机蔬菜啊、果农，就吃下去对身体可能有一些变化，然后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音乐也可以带给人家听到也是这样不一样的感觉。其实对于周遭的事情都会特别去留意，如果今天看到一个突然有共鸣的东西的话，它可能就会突然就会变成我们的创作。我们的创作都是来自于生活周遭，突然对某件事或某个东西特别有感觉，要做一些比较轻松好笑的歌。因为在世界上很多音乐就讲很多道理啊，甚至很多感情啊什么什么，那我们想说那我们就走幽默风趣的，就听起来简单一点的，意义也不要太多的，就是你听了啊就会心一笑，大概这样的感觉的。我们都是在一个那个家庭严肃的环境长大，所以其实不能骂脏话，骂脏话是很没水准的事情。那就经过我们接受教育，可是呢，谐音这个东西呢，就是很有趣，你把它放在歌里面，因为音调的关系，所以脏话变成不是脏话。歌我是希望大家笑，可是最后如果有人不笑反而生气了，但是我有看过有人笑那就好，所以就有人在生气那就是没办法，对不起，可是还是有人让我成功的达到我的目标，有些人还是因为这首歌开心。老鼠往哪跑，我要抓到你，你抓不到我，因为我是张惠妹。到我听一首歌对他的看法，因为如果我今天听的是国语乐的话，国语乐上面的词我全部是听得懂，而且很清楚，我知道我在这文化长大，所以那些词会影响到我来对这个音乐的喜好。那所以我自己希望我做的音乐可以是人家听到的音乐，可以像我在听到我喜欢的音乐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自己觉得词，我不想要去想一些特别大的大道理，那不应该是在歌上面，听音乐应该是很轻松的。音乐好听嘛，然后可以给你生活上很多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做很多台湾另外一块比较少没有的音乐类型，然后希望能够给大家听到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触。Thank you.
听我们的音乐，假如能够带给你们更大的快乐的话，那真的那对我们来说是就是我们的初衷了。对对，所以谢谢你们。音乐朋友，如果你们发觉你们是爱音乐、玩音乐，那你们一定要永恒的下去。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办法为你带来你的金钱，它也不是断掉的这个选择。所以，如果今天你知道自己爱音乐，一定要坚持下去。而且，台湾这一块就等着看后面怎么发展了。以后未来音乐圈变什么样子，都是看现在大家的培养。喜欢一定要坚持，爱就一定要执着下去。那想要兼顾，一定是每个人都想要兼顾。可是，一定会有一个那个是，这核心是你爱的是什么。愿景哦，一定有，每个玩音乐的都有。可是呢？我现在都告诉自己不要有这些愿景，所以玩音乐应该很原始的那一种。为什么玩？为什么而玩？假如你只是认为弹吉他旁边人看得很帅，所以你去弹，那你就要记得，你就要尽量边弹之后耍帅。我的愿景是希望大家听到我们的歌会很喜欢，就这样。Music 是不是对音乐有了不一样的感受呢？对呀、啊，他们的音乐真的是充满各式各样的曲风，而且歌词真的非常的幽默，我以前都没有听过这种的。而且我觉得 H E 有机人啊，他们对音乐的态度真的是非常的轻松自在，感觉他们只是想要把音乐中纯粹的快乐带给大家，带领各位进入一个自由自在的音乐世界里面。没错，他们的音乐带给大家许多的欢乐，而且可以借由音乐抒发生活中的压力。而且他们的表演也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哦，也让大家看到了音乐中的无限可能，还有不一样的音乐态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咯，我是 VJ Karen， 我是 VJ 大雄，我们下周见咯，大家拜拜拜拜。